小三呢？师爷，我今天教你捕猎凶兽。你看那怪鸟叫做酸雨，北次三经中有它的描述，有鸟焉，其状如蛇而刺翼，六目三足，名曰酸雨，其名字叫，见则其翼有孔。哇，师爷好有学问呢。这凶兽捕猎大同小异，哪怕你以后出国留学了，怕还是要与这种东西打交道。今天师爷就教你一招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反正吧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懂了吗？大概吧。来，我给你抓个外国凶蛇，你按照我说的练习练习。好。不行，这个凶蛇要是被我一波带走了，师爷多没面子呀！我再假装不敌一下。哎嘿，有点意思了啊，已经有咱们道士的雏形了。来，再努努力，把这个小蛇干掉。好的，师爷。哎呀，我这击杀太行云流水了，师爷不会没面子了吧？小三呢，你的基本功已经练了10年了，非常不错。接下来师爷教你暗器如何。好呀好呀，早就听说师爷善射，小三求之不得。暗器暗器，练到至高境界，一切外物皆为冰，就连小石子都可以使用，而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暗中袭击。小三看懂了吗？记住了啊，暗中啊，一定要暗中。来，我给你找一个行动迅速点的对手，你练一练。24桥，明月夜。暗中啊，一定要暗中。记住了啊，暗中啊。啊，这是你们最厉害，最厉害。